在经典当中曾经有这样描述过：不谤国主，不犯国制，不漏国税，不做国贼。那这是一个学习经典传统文化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接下来我们请听来自山西大同地税局的分局张瑞局长和大家分享《弟子规》和税收。好，尊敬的各位老师，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刚才马涛老师已经介绍了啊，我是来自山西大同的啊地税部门的一个负责人。这次呢，有幸来大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什么呢，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啊和弟子规在我们官员身上啊，在我们的税务干部身上起不起作用呢？啊，就是这样一个啊感想体会啊。那么我感觉这次来的啊，大多数是都是企业家啊。我想呢问一个问题啊，在座的各位企业家对我们税务干部是一个什么印象啊？你们心里有一杆秤啊，就是什么形象啊？什么狼？哎呀，饿狼。昨天好像那个刘教授啊讲，最后讲了两头狼的故事啊。那两头狼好像有一头是色狼，还有什么豺狼，是不是？这胡老师看看我像什么狼？这个就是说大家呢心里，因为你们都和我们税务干部直接打交道啊，都有过种种的评价，有的肯定也有好的啊，我们的干部也有好的啊，不是说都不好，但是确确实实有一部分干部啊问题很大啊。你比如说这个以权谋私啊，靠着自己的权力卡纳税人啊，吃吃喝喝啊，还有对纳税人的态度不好，要么是不作为，要么呢就是烂作为啊，对不对？这些现象很多啊。这个呢我觉得主要在我们可能中西部地区严重一点啊，在我听其他地区已经比较好啊。比如说去年啊，这是我的一个朋友找我啊，找到我了，他说你们下面的稽查人员啊查住了，查出几十万税啊，跟我说是怎么办呀，你看这没办法找你了。他说他跟我说是你们那个干部那太狠了，张口跟我要15万，说给你摆平啊，他要是要的少是要5万我就给他了啊。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的朋友啊。就是说呢，这些问题为什么我们过去的就说廉政教育啊，还有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起不起作用呢？也起作用，但是这个作用我觉得没有从根本上管用啊。胆大的人他根本不考虑这些国法啊，他绝对不考虑的啊。毒品还敢犯吗？那在面对利益面前没人知道的情况下，他什么不敢呢？所以呢没有畏惧心啊。这几年呢，所以我一直在琢磨啊，我带队啊，在我的基本职责是带好队收好税，可是怎么带这个队呢？怎么教育人才能
有效呢？啊，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啊，只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啊应付啊，就是一种应付吧。啊，政治教育是一种应付啊，这个呢也是一种机缘吧。去年的我记得是八月份啊，是一个朋友啊，一个好朋友给了我一套和谐拯救危机，还有一套就是蔡老师讲的幸福人生啊。当时我也没在意啊，没怎么在意啊。不过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是好学习啊。星期日呢，我说拿出来我当一般的资料啊，我说看一看啊。这一看，先看的和谐拯救危机啊，然后呢又看的这个蔡老师的那40集幸福人生。我一看，哎呀，我说这下我找到教育的办法了啊，我觉得这个肯定有效啊。因为那个和谐拯救危机啊，它从根本上讲了教育问题啊。我们有些人不是讲咱们国家教育失败了吗？实际上那个里面就讲了，真正讲了什么是教育啊。这个和谐拯救危机我看过3遍，到临来之前又看了2遍，看到第5遍，我越看越感觉这部片子太好了啊！我就看这一部片子就够了，因为那个里面呢，都把最高的最啊根本的道理、教育原则都讲清了啊。咱们蔡老师的那个40集幸福人生，那个呢是讲具体的，你落实怎么落实啊？所以说，我于是呢自己先做，然后呢跟着也在单位就开始自己就做了啊。在单位呢，我呢先分3步走，就是说第一步是启蒙教育啊，第二步呢是等于是强化教育，就是派出干部啊到参加各地的幸福人生讲座。第三步呢就是正规教育，现在就是从6月起开始正正规规，让因为他入了门了都啊，正规教育。具体的教育方法我不谈了啊，因为时间关系啊。就是说从去年的10月份到今年的啊这7月份了啊，这叫9个月的时间啊，大约啊10个月了将近。这个在组织干部学习这个过程中呢，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啊感人的啊事情啊事迹啊，出现了好多的变化啊。比如说啊，这个干部的心态很，现在我们局的那个干部啊，感觉那个精神气他的那个精神气象就跟其他局的不一样啊啊，不太一样了。他这是别人告诉我们的，因为参加啊全系统的大会时候，人们都看出来了啊啊，干部的精神面貌改变了，确确实实改变了，而且他们的家庭啊也改变了。因为他们自己讲的，说是家里说是这个人爱回来爱发脾气啊，干什么啊，怎么这么变了一个人呀啊。还有呢，干部之间的关系也融洽了啊，对纳税人的服务态度大大的提高了。那我经常现在收到纳税人给我口头的表扬，还有这个发来的短信啊，给我发来，我原来从来没有过的收过这些，听到过这些啊。这些变化很多啊，简单举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原来的两个干部啊，互相啊闹意见，就是说谁跟谁他们两个过不去啊，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啊。
就是盯着对方毛病，在我的面前呢，从来没有说过对方的一句好话，全是到我这儿告对方啊，是他的这问题那问题啊。有一次呢，是听了蔡老师，不知道是哪一集啊，我记不住了，幸福人生那个讲座之后呢啊，他们中午吃完饭以后啊，自己两个人就谈开了啊，把多年的积怨啊一下就化了啊，一下就化解了啊。这假如不是说通过这种教育，我想他们这一辈子那个仇恨就肯定谁也解不开的啊。这是一个例。另外呢，这是最近啊，就是我来之前的半个月啊，我们正在正组织，这些天正组织学习那个刘教授，就是那个心态改变命运啊，那套教材。当学习到有一集讲的是面对挫折的应对，好像是啊，我记不住了，好像怎样面对挫折啊，有一集我们呢，因为学习完以后让干部每个干部上台分享谈体会啊，有一个女干部啊，刚结婚，也就是有小孩了，小孩才是几个月，上了台分享了就泣不成声呀。她说我现在就面对巨大的挫折啊，她都哭得说不下话去了啊，说是我现在跟老公啊要离婚，坚决离婚啊，不能过了，绝对不能过了，因为他受到这个啊一种，咱们有些隐私啊，咱不多说了啊，他就说这个生活没法过下去了啊。家里呢，他的父母都病重啊，躺在床上起不来。他的父亲刚骨折啊，躺在床上没人，他在那闹得眼看就要离婚啊，孩子那个弟弟中考也没人管，他说我真不该怎么办呀，现在我真的不该怎么办了。下去以后我呢，他分享完以后大家非常同情啊，这个下去以后我再找他单独的啊了解情况什么，然后找他的丈夫啊进行这个谈话也好，交流也好，跟她处朋友，跟她的丈夫处朋友啊。她的丈夫是一名巡警呀，啊，我们现在是好朋友啊，天天是这两天给我打电话，哈、啊，是这，因为啥？我给她告诉她，我说你照着我给你，因为谈的比较好，我给她布置作业，我说你先看和谐拯救危机，然后看蔡老师的家和万事兴啊，然后咱们再谈啊。之后呢，他们呢，我现在找这两个干部谈话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哎自己找自己的问题了，过去哪能说是自己有问题啊，那都是对方的问题啊，不可能是自己有问题，现在开始说哎呀我错了，特别是他的丈夫啊，跟我忏悔，说是哎呀我真的不是人啊，我能那样对自己的妻子吗啊。这个工作已经基本做得差不多了，因为这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啊。这就说呢，如果不是通过这些善巧的方便啊教育，你怎么能知道干部家庭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呢啊，他的工作怎么能干好呢啊。所以说这个方法，教育方法对了以后，真是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啊。这个现在呢，这个干部的变化太多了，我就因为这些事例太多，感人的事给我发来信息，有的干部称我是不叫我局长了，叫我老师，哎呀我感觉心里挺舒服的啊。这个不管他是真的假的，但是我觉得啊，这个东西确实有起了很大的作用了啊。这是谈到单位的啊，
那么下面我再谈谈我自己的变化，因为这个一切呢，咱们学习传统文化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这个咱得自己的变，自己不变，你怎么能教育干部呢？啊，所以呢，这个通过这个学习呢，我自己呢也有好多的变化啊。你比如说小的变化啊，就是说小一点的啊，不值得一提的，吃素了啊。看了周永山老师那个光盘，我那大年三十发的愿，就看着满桌的肉啊，我当时倒是没对大家发愿，我自己心里发愿，我说从今天开始不吃肉啊，到现在就没有吃肉啊。那天好像在那个饭店误吃了一块肉，我以为是什么茄子呢，夹嘴里一嚼呀，不是肉啊，我赶快吐出来。这个呢，就是说这是吃肉啊，我记了，这个肯定做到了啊。不喝酒了，我是喝酒，我是特别喜欢喝酒啊，喝了酒是如醉如歇的感觉。现在基本上啊，除了特殊场合还得表示一下啊，但是基本上我记了啊，基本上啊。这个还有呢，比如说这个吃吃喝喝啊，就是外面请我们这个经常有啊。我从那个学习去年啊八月份就开始发这个愿，不参加任何的，就是说也不说任何啊，就是一般不参加啊，宴请不参加啊，到现在基本上做到了。啊，大家也习惯了啊，不是说是非的，不参加就把人好像没有这个朋友了，不是那么回事。大家也习惯了，也不叫我了啊。这是一点啊。还有呢，比如说这个，啊，一般是现在我不绝对不出入这个娱乐的场所啊。因为这个东西以前呢也是陪着领导呀什么啊，有客户也有纳税人请去啊，但是现在给自己规定啊，不出入这些场所啊。有一天呢，也是一个好朋友非要请我到这个娱乐场所，我就去了啊。去了以后进去一听那个音乐啊，那个迪斯科，我哎呀感觉重生就不自在了啊。原来就没这个感觉，现在就突然就有这个感觉。我找了个理由赶快溜了啊，我说我你们先坐着，我接个人啊，我就跑回家睡觉去。这个东西学习的传统文化，哎呀，我也不知道自己真啊，有些东西还真管用啊，真管用啊。这是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啊，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因为这个昨天听一位嘉宾啊分享叫格物啊，家里写了个格物啊，我觉得我这个挺好，对我们领导干部我也得写一个这个格物啊，挂还要不还得加一个字啊，格色。因为这个色字头上老师讲了是一把刀啊，对你们企业老总那是一把刀，对我们领导干部那是两把刀，应该那是两把刀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回去以后我要向我们那位嘉宾啊分享嘉宾学习啊，我写他两个字挂在门头上，每天一出格物格色啊。啊，这是就是说生活上的一些变化吧，对自己啊感受很深啊。另外两个心态上的转变我谈一下啊。第一个心态上的转变是什么呢？就是一，就是我们税务干部的基本职责是什么呢？依法治税，优质服务啊，这是我们的基本职责啊。你依法治税，我从事税务工作27年了，
依法治罪，这个我感觉过去是那是一句口号，好像挂在墙上，那是哄干部的啊，哄纳税人的啊，我没感觉他有实实在在的对我有什么，好像是制约啊，依法治罪。这个我呢，看这个和谐拯救危机，还是这个在年底啊，12月份，我看第三遍啊，就是那个和谐拯救危机的时候，我看到里面有咱们老祖宗讲了四句话，叫不谤国主，不犯国制，不做国贼，不漏国税啊。这个不漏国税，老祖宗呢讲了他的那个因果啊，那是一个国家的人结罪啊，不是说我啊那个以啊偷了税了，给就是说是给大同事造成了啊危害了，那是以一个国家的人结罪啊。这个道理我明白了以后，我真是浑身啊出冷汗啊，因为想想自己过去啊不注意这方面啊，往往在面对人情和税法时呢，怎么办呀？往往我是这个没学传统文化，绝对是人情大于税法啊！一句话就啊，放让了吧，啊，就是这样。这个我看了这句话以后，我真是哎呀，从内心啊，引起一种畏惧感，自己有一种畏惧感啊，原来。那个你的生生世世都还不清，你的孩子跟上你也要倒霉啊！所以呢，我从今年的1月1号啊，发了一个愿，说从2009年1月1号，凡是涉及到少交税的问题啊，一律不开口啊，绝对不能原则。啊，发了这个愿以后呢，这到7月份已经7个月了呀，啊，7个月了，这中间有好多的人朋友关系，天天有啊，天天有。我那个手机我现在就一般不敢接，我就不管，我这一般不带它，啊，天天有找你，啊，就是说少交税，啊。什么找求点这个各种的利益啊，少交税。这个呢，人家来了以后，我也不是说是啊，这个生硬的拒绝啊，给他讲清道理因果啊，这些朋友过去的好朋友都能，他也能听懂啊。他们听了以后也很高兴啊，就是说高高兴兴的啊，接受了啊。不是说是你依法治罪了就把人就得罪光了，没有那个回事啊。现在我觉得啊，这个昨天晚上那个我的夫人还给我打电话，说是他的一个好朋友又让查住你下面你的稽查人员查住460多万啊，一个房地产老板啊，我们管了有30户房地产企业，有一个房地产老总这个所得税查出460多万，说是你赶快打电话啊，这个给说一放一放什么什么啊。我跟这个夫人也现在也学习传统文化，我说你这么白看那个和谐拯救危机了。我说那里面就告诉咱们，那是给咱们遭大罪啊，那可不能啊，咱不能做这个事情。他说哦，原来这样，好好好好，那这咱就不管他了。我说你不能不管，还得给人家讲清道理啊，你不讲清道理，人家好像你觉得你没人情味啊，这个也不好。所以说呢，就是说我听了这些老祖宗的话啊，知道了那个因果关系以后，我现在依法治税啊，感觉到特别的高兴，好像从来最近是越做越感觉到这种
欢喜了啊，原来堂堂正正的啊，当你的局长啊，依法治税，原来是这么感觉这么好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心态一转变呢，实际上有些事儿不是很难的啊，不是说非常难的，也是很容易的啊，这是一个心态上的改变。另外一个心态上给我一个改变也是，就是听了老祖宗的那些啊那些教育以后呢，我呢悟出了一个道理啊，就是啥什么道理呢？咱们古圣先贤啊，描有一篇《礼用大同篇》啊，跟我们大同寺是一，我们就这个名字啊。里面描绘的大同世界啊，和我们胡主席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啊，以及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共产党，我是个党员啊。共产党的理想是什么呢？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是一回事呀，不是两回事。怎么就我们老自己给自己对立呢？啊，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好像我一学了祖宗的传统教育啊，就不要共产主义信念了。这简直是愚痴啊，我过去就这么愚痴啊。我今天啊才明白过来，因为啥呢？我过去入党啊，党龄也有20多年了，当时入党的想法就是当官发财啊，对不对？就这个，我这是坦白的讲，就这个概念。可是今天我才学了老祖宗的这些智慧，我明白了啊，这个共你实现共产主义理想，那绝对不是一个空口号啊，是个圆，不是一个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啊哄人的东西啊，那是个真实的东西。因为我们老祖宗已经说了啊，修身齐家啊，把自己解决好了，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了，把家庭们处理好了，然后把单位的本职工作呢干好了，你呢就是为人民服务了。你为人民服务了，那不就是共产主义就已经在你的心中就是当下就是了吧，当下就是共产主义了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给我感悟太深了啊。所以说实现共产主义它不是说没有方法啊，过去我们走过一段弯路，那是方法没有找对，今天我觉得我明白了，我找到了方向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我今天我自豪做自己作为一个党员，我非常自豪，我永远坚信啊，这个信念啊，我们永远坚信啊。所以说怎样实现共产主义的这个远大的理想目标呢？我们关键是要找到精神的动力啊，找到精神的动力。这个精神动力呢，我想用胡主席在17大报告中啊，他老人家讲的话做个说明啊，因为这是圣旨啊，我这得照着念啊，啊，这是。这样说的啊，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和灵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是海内外无数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啊。啊，时间的关系啊，最后和大家有一句话共勉啊，就是哪一句话呢？就是
只要我们听老祖宗的话啊，中华五千年的老祖宗一定会护佑我们啊，护佑我们在座的各位，护佑我们中华民族吉祥如意。好，好，我们请胡老师点评。局长、那个，这个今天谈话这几十分钟啊，涉及的课题特别大，所以我觉得要评论这件事情呢，第一我没有这种能力，第二我觉得也不是一分钟两分钟能说清楚的。但是呢，我有很，因为我学佛哈，学传统文化，很多朋友呢就向我提一个问题，他们呢有一种误区。就觉得佛法吧和传统文化是让人家忍让、懦弱，啊，这个谦让、容忍、慈悲，啊，油瓶子倒了也不服，啊，也不负责任。那、这学佛的人，这个肯定是不负责任的人。那么，我们看了局长，听了局长这个报告之后，我们不应该再有这种。错误的印象，其实佛法是特别负责任的，中国传统文化是特别负责任的，啊，你学了它以后，国家能好，家庭能好，自己能好，啊，所以通过局长这个报告之后啊，我觉得刚才他那句话，我觉得简直是，因为我最近一段我也一直在萦绕在心间，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跟共产主义的关系。啊，实际上刚才局长那句话点醒梦中人呐、啊，共产主义就在当下，啊，你只要一念转过来为人民、为众生，你现在就是共产，生活在共产主义里边，这跟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说的一点没错。圣贤人，凡夫克服念头做圣贤，圣贤人有了念头做凡夫，啊，就是凡克念做圣，圣。妄念作凡，啊，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念头，啊，局长最后一句话呢，非常感谢您，我今天也明白了以后怎么在描述共产主义跟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谢谢您老人家。好，谢谢。嗯，听了张局长的分享，我们很感动，尤其看到国家有这样的好官，这样的清官，那我们相信呢，实现共产主义呢，也为时不远，我们掌声表示感谢。